推荐大家赶紧去试试。从几年前开始代言护舒宝之后就一直是它了，尤其是有一些拍摄它时间会长一些，或者是需要做一些大幅度动作的时候，会很相信液体卫生巾。它没有什么存在感，却又非常的保护，最大的感受就是可以全部都吸收到背面去，表面也不会湿湿的，可以让我很安心很专注。液体卫生巾之前是我小瞧了，和普通姨妈巾最大的区别是干爽舒适，没什么感觉。你跟我想的一样，喜欢这种没什么感觉的感觉。看液体卫生巾表面很干爽，还以为没来多少，没想